赵小姐。江科长，谢谢你昨天让人送我回来，我来登门道谢。啊，对了，赵小姐，昨天您回来路上不是一直咳嗽吗？我给您介绍一下，这是景城名医陈于之。你好。你好。赵小姐，请坐吧。来。我昨天咳嗽了吗？咳嗽了。来，喝点水，喝点水。赵小姐，既然有点咳嗽，要不请陈医生给你把个脉吧。陈医生？啊。要不改日吧。陈医生医术精湛，平常很难约的。既然来了，把个脉又不费事儿。哎呀，江科长，这个是我特地为你挑的礼物。嗯，它是个领带，很衬你的，你试试看。哇，大兴洋行，挺好看的。嗯。别动。这江科长，嗯，这是我送你的领带。哦，送给你了。赵小姐，我听有人说你送了他一块西洋香皂啊。对啊，